副总统今天上午11点在总统府接见了正在我国以私人身份访问的前任美军顾问团团长契列拉将军夫妇。原副总统今天曾经亲切地垂询契列拉将军目前的生活和工作情形。契列拉将军是美军顾问团第9任团长，目前正以私人身份在我国从事4个月的访问。美军顾问团第10任团长是巴恩斯少将，现任团长纳斐德少将是第11任团长。